脚。哎，对，小生呢，他需要就是说，先抬腿踩出去，有才能走出去。也不能太高。先踮脚，不可以就是说，一上来就抬脚，起来就很难看，对，很粗的那种。滑出去的那种感觉，点它就踩出去，你把收回来一点，看踩出去，它又收回来一点。